这个绿灯刚亮，你看管交通这么故意给我 hard time， 他知道刹车不好用，没有车左右小路，故意亮起红灯，绿灯刚亮，看到没有？现在是5月2号，2018年晚上，我的手表是将近10:40。那个是在 Hilton 前面一个灯，是那个叫 Lowe's 那条路。Lowe's 还有上去到那个一个商业区的那个，就是那个上去的一个上坡，一条小路，不是商业区出口，根本不是一个正规的十字路口啊！突然亮灯，他看着我开车开近了，故意亮红灯，然后踩个急刹车下坡的时候，他故意坐难我，故意刁难我。会整我的，关红灯的那个 Airport Boulevard 那个后面两个红灯，后面第二个红灯 Airport Boulevard Pensacola Florida， 时间是2018年5月2号晚上10:40左右，他看到我拿出照相机来照了，又亮起绿灯了，他是故意整我的。那有人通过那个红绿灯的那种秘密的摄像镜头偷看，看到我进了，他亮起了黄灯来，害得我踩了急刹车，要么我只有冲出去。他故意整我的，管交通故意整我。2018年5月2号晚上的时候 ，It's May 2nd, 2018 at night time, around 10:40 now.